close 我还需要改吗？你这个问的有点没法回答啊，这个一定要看你出杆才知道。关键是要看你出杆值不值。就像家里边的熏一样，我们看他脑袋都是歪的，那有什么关系呢？是不是？没关系，只要他不影响他正常击球。哦，碰到球了。Say what? 8. 有点直。多了啊，走多了。15. 无 Give me 解，斯洛克 15. 最终判在裁判手上吗？如果不在裁判手上，你说在哪儿？难道在观众手上吗？今天的节奏啊，稍微慢了一些，节奏稍微慢了一些。哦，哎呦喂！白球，导播赶紧重放，否则扣奖金。这杆你都不来个重放，哎，对，还是被我吓着了。这什么角度嘛？什么？你这是为了应付我一下吗？哦，没了。哎，这一颗有没有打？看不出来呀。嗯，右边这颗还有，容易打后啊，容易打后这种球。好的。
干嘛这么重？你说刚才那一杆呢？嘿，刚好啊，这样回来又是黑球，因为轻了之后它的角度出不来。11。什么比分焦灼的比赛才好看？告诉你，比分不会焦灼啊！最终的结果是6-3。19。别哈哈！我在开赛之前就说了。哎呦！李俊奎 ，19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One。这个球星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哎呦喂，我都为他痛惜啊，这个。球星太简单了。喂，醒醒。哎，猝不及防，好，中弹起来，哎呀，这是给大家醒瞌睡吗？哎，哎，哎，我刚才看我这个。脑袋上面怎么发光？杰哥是感谢宋雨飞的粉丝牌。哎，这个那个粉丝牌脑袋也要发光了呢。我以前都不知道，我因为以前没开过摄像头。哦吼哦吼，这这个可以打。这样跑，这样杀，这样回去。哎呦！双方都不会，放心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，都不会啊，不会的时候都不会，怕什么？怕什么？继续6-3啊！好的，6-7。这句话回到刚才加里威尔逊打的时候啊，这个球星不是很难啊。
哎呦，我有吓死人，差点变仙了。低杆右塞，他高杆，好，横向一顶，这种球不能失误哦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这个球一落袋啊，心就放在肚子里，没难度了。干嘛？你香。有蚊子吗？嗯，已经熏死了，拿走。嗯，灭了灭了，反正我也咬不着我，今天比赛太好看了。Play seven。声音好听呐、啊！我老婆，我也是，当初就是被她的声音给俘虏的。44。3-3了，这一杆没控好，杆下的高了啊，因为这一杆应该是从这里起，这样上啊，到这里的。52 52 62还差三局。我本来最开始说的是，最开始司机打丁俊晖0-3啊，然后丁俊晖再6连鞭，就中途早了一局啊，只能打5连鞭。看看这个预测。